我叫刘兆华，在平泉会做环保大使。我是学林的，一直在林业部门从事林业科研和管理工作。记得在大学录取迎新的祝贺信中曾写道，让我们一起志愿黄河流碧水，着手赤地变青山，植树造林，改善环境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十分严峻，林业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森林强大的碳汇功能和经济成本奠定了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所以我的绿色梦想是希望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林业，为了保护环境合理规划布局，人人都要爱护树木，积极植树造林，营建森林环境，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